母猫跟公猫打架怎么办？母猫和公猫打架时，主人最好佩戴上防抓咬手套，并捏住其中一方的后颈部，将它带离到另一个房间。一般是建议抓住公猫，因为母猫打公猫，大多是发生在母猫不发情的时候。公猫一靠近骚扰母猫就会变得暴躁，而公猫则更多的表现为胆怯，因此也更容易抓住。如果双方打斗激烈，那么建议先通过敲击物品或零食等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